各位观众您好，欢迎收看自在不红尘节目。虽然台湾的经济成长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但是贫富差距仍旧存在。在社会当中呢，有某些人虽然物质匮乏，却还愿尽一己之力不求回报地贡献社会，成就大社会的祥和安乐，令人为之动容。现在呢，看看今天这段生活小故事，再请老和尚为大家开示。老高是一位退伍军人，退休之后孑然一身，靠着在清洁队中微薄的薪水过生活，所以极为节俭。但是老高不以为伍，反倒乐天知命，安贫乐道。哎，高大人，买菜啊！你又送包子馒头去啊？哎，刚做好，趁热赶快给他们送去吃啊！哎，老高，给我几个吃嘛？哎，不，我这包子馒头不能给你。哟，真是小气啊！嗯，谁不知道啊？你这些包子馒头是要送到育幼院的小朋友吃的。哎，可是老高啊，你自己穷得要死，哎，竟想着救济别人呢？我虽然没什么钱呢，可是有这份爱心是最重要的。哎呦，拜托，现在小朋友哪里喜欢吃包子馒头啊？他们啊喜欢吃汉堡。汉堡？那怎么做？怎么做？花钱买呀。哎，不然你去买啊，买了送给小朋友吃啊。我买啊？我自己吃还不够呢，我买。哎呀，你呀，只会出嘴不会出力，一点爱心都没有。像你这样哎，东家长西家短的说来说去啊，小心造业障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多做善事积阴德。哎呀，去，我才不要听你说这样的，我去买菜了，真是。不要急啊！哎，各位小朋友，包子好不好吃啊？好。馒头香不香啊？香。你们怎么样啊？爷爷，馒头爷爷。哎，老师啊，那位老爷爷是谁啊？哦，他就是孩子们口中的馒头爷爷。馒头爷爷，好可爱的名字哦。他是卖馒头包子的吗？哦，不是，他这些包子馒头都是特地做给孩子们吃的。你可以过去问问他。啊，好，谢谢老师哦。哎，哦，不要急，你好，新来的社工，我叫小兰。哦，小兰，哦，来，嘿嘿，哎，吃个包子，谢谢。真的很好吃哎。难怪大家都说一定要认识馒头爷爷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仅有馒头包子好吃，而且馒头爷爷啊，你的爱心更是第一名哦。嗨，别听他们胡说，我是孤家寡人一个，所以我把这些小孩子看成自己孙子一样，每个礼拜天我都来看他们的。馒头爷爷，哎，请问你是做什么的呢？我是在清洁队工作的。啊，每个礼拜天呢，我特别做一些包子馒头送来给小朋友吃。这五六年来啊，一直没有间断，所以久而久之呢，就习惯了。我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母，所以呢，要想吃馒头的话，还要看别人的脸色。现在我有能力了，哎，我就多做一点包子馒头送给小朋友吃，让他们大家高高兴兴的
馒头爷爷跟我们一起玩好不好？好好好好好，爷爷跟你们一起玩啊！好好好好好，来来来，看这个吧。看着老高跟孩子们愉快玩乐的模样，深深触动了记者的心。就是因为这样平凡无求的爱，才会带来真正的欢乐。由于内心的悸动，让他不禁拿起相机记录下眼前这感人的一幕。哎呀，老高，你上报了！我又没办法上什么报。哎呀，老高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嘛，你看。哎，这是我呀、哎。我就说嘛，好心啊有好报。记者还说啊，你是爱心老天使哦，小人物的大爱。老高，你真了不起哎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难道那个小兰她是个记者呀？哎呀，真的看不出来耶！哎哎、他们啊叫你是馒头爷爷，以后我送汉堡去，那他们叫我汉堡奶奶喽。怎么，你也想跟我一块去育幼院呢、啊？看你呀、啊，在那里那么高兴的样子，人呐、啊，如果真的能给人家快乐，那才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呢。你想通了，汉堡奶奶，馒头爷爷。好好好。伍德说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他的用意呢，是要提醒每个人随时随地养成布施的好习惯，去除牵吝贪婪负面的恶习。但是一般人呢，也会有一种疑惑，究竟施与受何者比较快乐呢？今天要请老和尚为大家开示。老和尚请。帮助人家，救济人家，这就是布施。在佛法里面，六波罗蜜当中第一个就是布施。布施自己的钱财，布施自己的智慧，布施自己的精神。所以在佛法里面讲，有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，这三种布施啊都有功德。那我们布施应该是以慈悲心，或者是以恭敬心，或者是以平等心啊，这样子来做这一件事情呢，就很有意义，就很有价值，是未来得的果报也是无穷尽的。在《地藏经》里面讲啊，布施一块钱，将来有回收一万块钱的果报。那我们现在一般人的布施可能呢会走样，是为了要打一个知名度，使其知道人家是在做善事，来受人家的肯定啊，不得不来布施一下。这个样子就是有条件的布施啊，这不是清净的布施。这种布施虽然是布施你的钱财呀、啊，可以得到少数的福报啊，而不能呢达到一种真正是布施一种无量的福报。佛经上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两兄弟，大哥呢，他的性格呀、啊、好吃懒做，处处都是计较，乃至于呀、啊、一毛不拔，一般人呢称为奸贪呢。弟弟呀、啊，是很勤奋、很努力，喜欢结善缘，所以结善缘呢，也就是布施啊。无论布施你的钱财、智慧，乃至于布施一个微笑啊，这都有福报。他们两兄弟的性格不一样，结果有一天呢，遇到天灾地变呢，死亡了。结果一起啊，就到阎王那里去报道啊。这阎王一看呢、啊，他说：“你们两个兄弟，每个人的行为、个性都不一样。他说不过啊，虽然是不一样啊，你们在世的时候啊，不是大奸大恶啊，都可以转世为人。不过现在呀、啊，有两个地方可以去呀、啊，一个是接受人家的供养，接受人家的布施，这是一个去处。”第二一个去处啊，是专门呢是赚钱修善呢、啊，去救济人家，去布施人家。这两个地方，你们两兄弟看看哪一个愿意到哪里去？结果一查呀，还有两家，一个是姓赵的，一个是姓谢的呀。
那姓赵的这一家呀，就是专门布施的；姓谢的这一家呀，是专门呢是接受人家的布施的。看看你们两兄弟，哪一个啊愿意去？这个大哥啊，他是经常都是精打细算的。他这个布施啊，给人家的东西实在是啊很吃亏呀、啊，接受人家的东西呀、啊。实在是很大一个福报啊，是不劳而获啊，就请求阎王啊慈悲啊，他愿意呀、啊、去到啊接受人家不是这家人去。这个阎王就问他的弟弟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你意见如何啊？他弟弟呀、啊、本来呀、啊、就是很勤快啊，很努力喜欢结善缘。他说我啊，当然我很喜欢呢、啊、就愿意啊去结善缘，愿意啊去修布施啊。这个阎王啊就喊他们两个人去转世了。结果他哥哥啊真正是转到啊这一个谢家啊，去接受人家的布施，结果家贫如洗啊，变成了乞丐了。人家看到乞丐很可怜呢，所以啊就去布施他，就去救济啊，一生就受苦无穷啊。结果他那个弟弟呀、啊投胎到赵家，赵家呀、很多的财富，说借这个财富啊去修善去布施，结果啊是因为布施啊名誉好，而且很结善缘，很结人缘，福报越来越大。我们都知道啊，舍得舍得，因为你有舍呀、啊、才会有得，你没有舍呀、啊、是没有得。所以我们从这一个公案来看呢、啊，认为啊，所以啊，布施啊才是一个福报。所以在我们佛经里面讲啊，要惜福啊，要修福，修福啊就是要布施，没有布施啊是没有福报。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啊，尤其是我们要发大慈悲心，要平等心啊，不为呀、啊、得到一个什么名誉，完全具慈悲心的行布施，我们社会啊才能够是和谐，我们自己才能得到真正的呀、啊、一种功德。谢谢老和尚开始提醒大家，懂得恰如其分的布施呢，可是一种智慧，要以清净心、喜舍心、平等心布施，不要勉强，不要懊恼，正是一种福报。而布施是否需要具备任何条件，尤其是布施的质与量，会影响到功德的大小吗？这是很多人的疑问，请老和尚继续的开示。在一般人的观念来讲，不是布施得多量大，不是它的品质很好，乃至于包物，这个一定是有很大的功德，很大的福报。那至于一般不施一点香花，乃至于一个水果，乃至有杯茶一碗饭，好像这个呀量也不大，品质也不好，可能得的福报啊也不大，可能一般人都有这种看法。其实啊，在我们佛法里面来看呢、啊，一切一切都以我们当下这一念心为主。第一个布施要看我们布施这一念心有没有条件，是不是清净，是不是虔诚，是不是恭敬，是不是平等。如果是用恭敬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来布施来供养，是最大的功德。相反的啊，如果是有条件的啊，福报虽然是有啊，而且功德果报并不大。在佛经里面呢，有这么一个故事啊，以前一个夫妻很贫穷啊，都是在外面去啊乞讨为生活啊，他所有的财产就是一个摊子，这个摊子是他们夫妻之间的是最宝贵一种是啊财物。结果他们夫妻相来相去呀、啊，我们这一生这么穷困，都是前世没有做善事，没有修福报，没有修供养。这个时候看到啊，释迦牟尼佛啊出世，在这里显化，他们两夫妻就商量，我们所有的财物啊，就是这个坛子，我们应该拿去供养佛陀啊。
可是啊，这个摊子有脏有臭啊，有旧，可能啊去供养佛陀啊是不礼貌啊，可能将来还会遭罪过啊。他们两夫妻啊拿着这个摊子啊就想去供佛，在我们金色在外面就犹豫。佛啊是有神通的，知道他们两个夫妻在想什么，马上就把他们叫到佛陀那里来，就他的弟子说外面有对老夫妻啊，喊他们进来。这个老夫妻啊看到佛陀很慈悲很虔诚很恭敬，就把这一个坛子啊就供养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啊就命嘛摩连尊者说，摩连啊，你看这个坛子很脏很臭啊，大家都很恶心啊，你赶快把这个坛子啊拿到海水里面呢去洗洗啊，把它洗得很干净。是摩连尊者就把这个坛子啊拿到海水里面去洗啊，在洗的时候啊忽然呢、啊、波浪滔天啊，有啊几十丈啊这么高的波浪从海当中啊从空当中是涌出来。这摩连看到这样子一个波浪喧天呢、啊，那心当中啊想把这个波浪要把它是平伏。摩连尊者有大神通，他是神通第一，他用神通的方法就把须弥山呢就把它寄过来啊，寄过来啊就镇服啊这海当中的这一个是波浪。须弥山寄过来了放到海浪当中啊，就像一个小丸子一样，也是无济于事。这个海浪啊继续还在这里升高啊，摩连尊者看到这一种惊险的镜头啊心生恐怖啊，就赶快飞到释迦牟尼佛这里来请示。佛啊就拿了一颗米，他说你可以把这一颗米啊丢到这个海浪当中，海浪自然就会平息。这摩连尊者就把释迦牟尼佛这一颗米啊就丢到海浪当中，所以很奇怪呀，这海浪啊很平静的浪就没有了，真正是风平浪静了。这摩连尊者觉得很奇怪呀，我这么大的神通把须弥山能够寄过来都不能平息这个海浪，而为什么这一颗米啊能够把怎么大的海浪能够平息呀、啊，请释迦牟尼佛说明原因是什么道理。释迦牟尼佛说啊，他想你不要小看这一粒米，这一粒米啊是我们宇宙之间的因缘的汇合一种真理一种真相。要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呀、啊、所有一切啊都是因缘和合，以种子为因，以外面的种种条件为缘。这一粒米是一个种子，外面有水分有阳光有空气，凡有种种人为的因素一共加起来呀、啊，所以才能有这颗米的存在。所以在我们福建里面讲米呀、啊，是由于谷子这样子啊破开来成为米。这个谷子你看从过去也有现在也有未来也有，那什么道理呢？始终是因缘和合生生不息。所以这一粒米啊投到这个海浪里面去，这个海浪啊自然就会平息，这是一种道理。第二一种道理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海浪啊怎么是波涛汹涌啊，他说你要知道这个老太太啊她这个摊子虽然是有脏有旧有臭啊，可是他这个心是清净是光明是虔诚，所以他是一个最大的清净功德，超过啊这种须弥山啊这一种啊能量啊。为什么有这种海浪啊？因为这一个摊子一吸啊这一个水啊就流到海当中，流到海当中啊一般人看到这是臭水。由于这个老太太发心真诚啊，发心呢、啊、是光大呀，发心又惭愧心，所以啊这一个坛子的这个水啊
流到海当中啊，就变成光明了，就变成了是香水的味道，乃至于化成七宝宫殿。这个龙王啊，就看到这一种不可思议的这种功德呀，是东西南北四海龙王啊，都来赞叹欢喜，所以说是会产生这个海浪出来。所以我们有这一个故事，有这一个功德看呢，这不是啊，完全是在我们当下这一念心，而不在乎啊质和量。所谓质啊，就是它的品质高不高贵，假使拿一个是最好的茅台，那就一定是很高贵，乃至于啊这个摊子啊，十件一百件一千件一万件，你品质有高贵，数量有多，可是你心没有虔诚心，没有清净心，而是完全是好像是借这个机会来打自己的知名度啊，可能没有功德，不但没有功德，可能还相反的还遭罪过。所以在布施当中啊，真也清净心、恭敬心、平等心呢、惭愧心是最重要的。有了这些心呢、福报是不可思议的。谢谢老和尚的开示。的确，俗话说“施比受更有福”。而心田是不同，功德有差异。以清净心、恭敬心、平等心来行布施，布施的物质呢，虽然可能不贵重，但是功德却比恒河沙数的七宝供养还可能要大。因此呢，从佛法来看，我们心量有多大，世界就有多大。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自在不红尘，我们下周再会，谢谢您。